你听我说啊，咋不练好吧？有点伤。嗯，有点先伤。那我管他呢，真的不闹这闹啊，啥事儿啊？不管闹什么，要唠唠里头啊，闹事儿的。准备开饭吧。开饭吧。来来来，哎，这。这鸡蛋真黄啊，菜鸡蛋。妈呀，你咋的了？吃完香的是吧？你这边面条带的。哎。啊。我吃木了，真是咸的。还有干面了。我嘴不中不中，点数多了说几回都中，就跟那。那吃啥去？呀呀！呀我那个人，弄哪去？我回那嫂子。他炒的菜，他那就得。叔伯，你跟谁阿母说说我的新名字？这新名字叫哪个呀？这。哎呦，完了，啥词啊？啥词啊？哎。不吃不吃。我跟他吵起来。喷谁也沾上。这段喷谁也沾上，沾上不是沾上啊！我挺接不住，真啥事儿？哎，咋了吗？嗯，谁过来了？我的胡子是一大把，俺今年七十八，我的胡子是一大把，哎呀，疼！嗯，懒了，中了不吃饭了，去鬼吃饭。那还不疼，动动成鞋去。你想坐坐。大姐，小点会儿去。就是啊，那没劲了。谁对着会生气？你不干啥活儿也会生气，你哼，谁不生气呀、啊？你说呢？就是，我们就不生气的人，你说吧。有。嗯，你给我说谁呀、啊？叫什么人他都生气。就这个，说说。他姓啥？用他姓。哎。嗯，螺丝椒肉丝面，净肉丝呀，螺丝椒有点少啊，螺丝椒老辣呀。跟着那俺这小时候给压硬过，你老师。我都发面螺丝椒，恁都不吃，为啥恁中？老辣胖，那胖的吃嘛，咱不吃。成天都吃椒啊，成天都是上午吃炒蛋，吃啥的胖，是吧？那高时候吃炒个鸡蛋。我咋了？咦，这是谁呢？那会儿不咋的，不是，精进去，超人还能还中，精进去。我主要是这个。哎呀，有事上这过瘾，下边可不过瘾。嗯，肯定两头手贼吃，咱也不吃。我爷爷。爷爷。你个！俺那我切着，我们这专业车都是红红红。你们，他让我说可怜点，说胖了。太结实。那啊。今儿到上午一点还有雨嘞，这不是人哈？没雨。啊，意思夸了啥？嗯，这是不管咋弄，不真说得交了。一这么高，这一柱还交？交啥？这有啥呢？多得。一天交。交我，一我给你们交过。嗯。你发疯了，龙啊！你想想，咱这挣钱不好挣，他再要咱的这叔叔再给咱弄哪个了？可就不叫咱活了。味道非常棒，吃吧，粉团。没叫啥。我叫喷射战士啊！你说什么？喷射战士？我吃这一口。嗯，真脆脆。哎，嫩着呢。你咋的？嘴唇软，不是这边儿疼，软吧？他从哪做的辣椒啊？我会嚼。
胖妈喊的。嗯，又喊我胖妈呀。他是啥词呀、啊？我是，我不词呀、啊，我。胖妈喊的什么词？那不就是。我吃了好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是喷射战士。我这了，你吃吧。我不是喷射战士。呀，还有肉呢。啊，还有肉啊。这是自己种的土豆。自己种的土豆，不浪费。哎呀，又渴了，又渴。老丑一上都有声了啊！一上都有声，不上他没声了，没声。今上午是这下面条。啊，听着。今晚鼓不是来了没？能鼓来是面条开，能鼓干的面条。俺鼓不是就好这一口。哎，就好吃面条。好长时候没回来了，鼓。嗯，有点忙。咋子呢？那有辣椒酱啊。我就再找点辣椒酱。带上面条开呀、啊！收干面，收。俺过来了。那你吃吧，我的天，都开了，猪都来了。马上过来了。你那，你做活星期？嗯。跳球了。这会好些天了吧？快俩月了。不错，还行，可热啥？嗯，不是，这说起来不热呀。这说可凉快。嗯。也是面条。嗯。俺这没说煮，这来开了就得喝面条。他一会儿出来再降低。嗯，好长着呢。嗯。养着呢。说他吧，老姨没回来，老姨没回来不敢唠。哎，好啊，咋了？这上午面条好啊，臊子。哎，我不是老是粘，你看。我吃油面条那劲儿啊，不用吃了，老吃再唠一碗呢。你再吃吧，吃饱啊，搁这儿吃吧。好吃，吃饱人呢。好啊。你可想他了，你。嗯。啊，停在哪里面？我不拿回家了吗？啊啊啊！我明天俺那也得今儿再吃。还有米菜。嗯。插了一把。嗯，我今早我都不敢吃了，饿的不能行。嗯。俺今儿还想吃点呀，回不上还嫌别人。昨晚吃吧，你管我。对呀，你该倒过来了。哎，出门跟那嫂子倒的，你都快吃。哎，我你倒。你那不是光油油的。好好，拖拖拖拖。嗯嗯。也把没了。也把也把没了，对的。嗯。早饭别回家了，咱们去打牌。嗯。你这还碗都不倒，还搬回家了？你这做的能烂吗？我
现在有些别去了，帮着都是坐着热的没法弄。就是还没跟家里还谈心，还能谈成几把。人家叫我不下乡。那长期的也不容易啊，这热的天。真是不容易，真的。那是啥？那是啥？还得化妆。化妆，你那衣裳肯定有的好嘞。长期的场所受不了，看戏看着受不了。那有啥好看的？我不能不看。嗯，纯素面条啊，那哎，纯素。嗯，我说的，我压呀，好了。铁嘴的压腰肚子。嗯，腰不动。嗯。压呀，这三十白跳的多。吃吃，谁说吃不了亏，吃了受不了。啊，就是啊，你吃着受不了啊。我不吃了，是吧？十天八天的吃回喝奶，也着香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就是。吃吃多肉也不香啊。嗯。嗯，哎呦，那不可能吃鸡蛋。就是我也是。你会再叫鸡蛋了？啊？再叫鸡蛋。我昨天带都带湿了。要不我天天靠这个。我吃上姜。哎，杨总。哎，杨嫂是吧？我就操呀，我操，多着那玩意儿，早时起来多着那么长的事儿。你不对着一大碗，你说说啥？是不是？你不吃那玩意儿？你这衣裳还没洗呢。我明儿我也去找点儿那个。衣裳在嘴巴里。找点儿。是不是？